主要是也被打六安打，另外投了四个保送。哇，结果上来呢反而没有办法这个对决啊，变成是一个四坏球的保送，送回挤回了三垒上的跑者杨成俊。我这一局真的是大局，但还没有结束。对，而且还只有一出局，而且继续是满垒。对，那打者还能耐着性子不急的急躁的出棒哦，这也是很可怕的。这可怕在这里。这时候啦，好球带放得太大，反而是在帮投手。